大家好，我是晴雯。我是 Hannah 林子君。我叫陈宏真。大家好，我是雪梨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馨予。我是林巧媛，今年19岁了，唱歌跳舞还是不是很会。那时候国中想要当明星，然后就考了华冈艺校，但进到华冈艺校之后，想要成为的是一名演员，不管是舞台剧或者是影视的演员，都想要去尝试，所以只要有甄选什么的都会去参加。我从9岁开始学跳舞，然后我一路上都是舞蹈班，我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进到经纪公司当练习生，因为我原本是备选生的，然后呢我是大家要拍照定妆的前一天的凌晨，我才确定说我要来这边，然后我就这样子跌跌撞撞坚持到了今天。我觉得我现在在做我想要的事情，所以我很开心。我觉得只要是做像是唱歌表演相关的，我就觉得很充实，人生就很快乐。每年来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时空。那时候知道要上课，不只要上戏剧这个东西，还要上舞蹈跟唱歌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很崩溃的，想说，为什么我要唱歌跳舞？然后我也会一直拿这件事情去跟大家说，我不会唱歌跳舞，我不会唱歌跳舞，不要叫我弄。其实我蛮后面才开始正视到自己不可以再这样子，是分组易燃易爆炸的时候，当大家在团结，大家。晴雯花时间去排这个舞，跟雪梨在教大家唱歌的时候，跟大家在认真，每个人都很努力的去排练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我不可以这么让自己这么颓废。大家都努力了，大家都为了这个表演去尽力了，那我为什么要拉大家后腿呢？那些我试着突破这件事情，让我觉得是我很印象深刻的。其实，在第一阶段的15个练习生里面，其实我发现唱歌厉害的人真的蛮多的。然后像我们被分组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后来有被分到像雪梨，她唱歌就特别出色。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在练习的时候，她会带着大家，就是可能帮大家发声啊，跟一些基础的技巧，告诉我们怎么唱，喉咙比较不会累。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，其实帮助我蛮多的。希望一年后的我跳舞也变得很厉害，然后唱歌更好听。加油，然后就是希望有进步，就是尽力做到最好，放手一搏，想做就做，不要一直害怕不知道的事情，做了才知道。想我冷眼，还想我轻狂又随便，要我阳光，还要我风情不摇晃，喜我哭笑无助，还喜我心如枯木，赐我梦境，还赐我很快就清醒，与我沉睡，还与我蹉跎无慈悲，爱我沉醉，爱我赤裸不迷醉，看我自弹自伤，还看我痛心断肠，要我媚眼，还要我冷眼不眨眼，君如我从此